各位观众，曼谷地道市场又有好介绍，今次轮到呢个啊，里面亦都有新鲜海鲜卖，又系嗰挺即买即煮即食啊！除咗普通嘅虾，亦都有煲吉大龙虾，大概3000匹啊，系3000匹就有交易啊！你睇下，哇，啲肉多到，里面亦都有榴莲啊、芒果啊、其他嘅美食。整个市场以食为主，好多人喺度揾食，兼且亦都有俾小朋友玩嘅地方。喺呢度仲可以学打泰拳，兼且可以以290匹1小时做泰式按摩，系咪好抵呢？呢度究竟系边度呢？萨瓦迪卡，大家好，又我张乌胡伟聪啦。近年旅游人士嚟泰国曼谷旅游嘅模式有少少改变咗，以往就系去商场买嘢啊，去做 SPA 啊，食啲好嘢啊，食米芝莲等等，但近年咧多咗去一啲嘅市场，同泰国人一齐揾食喎。咁而呢类嘅市场咧，曼谷有好几个，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几受欢迎嘅。咦，得泰文嘢，咁即系咩啊？唔系啊，有英文名嘅，就系 Food Villa Lataput。呢个市场呢，哇，好受本地人欢迎的，一大清早几多人在这里找食，是不是想在这里吃一份呢？那就跟我走下看看啦。来到泰国旅行，当然要捐窿捐下，找地道美食。以这个市场为例，它的松 B 和松 C 有超过100个档口，很多街头美食的。哇，脆皮烧肉不是不吃的吧？食之余都要睇睇价钱先，平平噶，都几平噶，90匹有交易啊！哇，仲有猪手，泰式猪手饭65匹有交易啊！呢个地方就唔算系新地方，开咗好几年嘅，但就唔系好多游客知道，所以咯，亦都唔会太多人，亦都唔会充满游客。泰式油炸鬼啊，即系所谓嘅霸汤果啦，呢度都有卖。仲有咧呢啲嘅酱汁，呢个系咩酱汁啊？系呢个泰式奶茶嘅酱汁啊！吓，泰式奶茶酱汁，食油炸鬼，又咸又甜，咁嘅组合几新鲜噃。嗯，食得两食，我会觉得其实似牛脷酥多过油炸鬼，系咯，咁丰厚。仲唔系牛脷酥？咦，呢个档口似乎好受欢迎喎。系啊，食火锅噶，牛肉火锅。个店主仲要系曾经参加过泰版铁人料理节目嘅添，应该有啲水准嘅。哇，国公级，哇，热辣辣。喂，嗱，依请君入瓮式嘅烧鸡方法咧，其实喺泰国好耐嘅，之前都介绍过，唔需要山长水远，着晒水去好远嘅地方坐喺度食嘅，喺呢个市场都食到啊！哇，热辣辣，唔好俾曲索我啊！真系好味，超好味，真系好少咁黑椒啊！呢种方法嚟整啲鸡咧，入味到不得了。哇，好食到不得了啊！系嚟呢个市场就可以食到，真系唔需要千山万水好去远嘅地方啊！真系唔需要千山万水去好远嘅地方。如果要嚟呢个市场，好简单，搭 BTS 咧去办湾河站1号出口，再搭的士嚟咧，10分钟之内就到啦。嗯，有咗呢个介绍，大家就唔需要山长水远去食烧鸡啦。嗱，呢度除咗一般烧鸡，仲有饭同埋面噶噃。仲有，场内仲有呢啲蒸烤嘅泰式小食啊，斑斓热糕，即叫即做，仲有其他嘅甜品美食多罗罗啊！哇，呢啲系啊，泰国好出名嘅两餸饭、三餸饭。企满人，由此可见几受欢迎。泰国人就中意食啲两餸饭、三餸饭咧，咁但系香港朋友嚟到会唔会食呢啲咧？咁真系唔清楚。如果唔中意食两餸饭、三餸饭咧，可以食呢一间喎，即叫即炒啊，哇，保证新鲜啊，而且食物嘅造型卖相都 OK 嘅，兼且最紧要价钱唔贵啊嘛。咦，有人叫嘢食啦，睇下食啲乜先得。睇人食啲乜，不如睇下个价钱好过啦。嗱，都有两个价钱，咦？游客价同埋本地人价，唔系，系大份同小份咁解。一个菠萝炒饭都系120匹，
绝对是 food court 价钱啦。潮州卤水鸭啱我啦，仲有呢档海南鸡饭，咦上过电视噶噃。美食当前食边样好呢？就食呢一样啦。60匹咧就可以食到潮州卤水鹅米粉啊喂。除咗唐人街都系嚟呢度食喎。哎呀，整污糟咗个嘴添，冇纸巾点算咧？嗰啲市场冇纸巾供应喎。啊，好在呢度有。嗱，呢一樣咧就係以前啊泰國華人早上食嘅早餐啊，有臘腸喺裏邊嘅。呢一個檔口咧就食一啲簡單嘅點心啊，同中式食物啊，仲有呢個蝦餃燒賣添噃。呢度嘅美食除咗啲較為傳統嘅之外，亦都有啲新派嘅，好似呢一個檔口所賣嘅以牛肉為主啊，好多本地人光顧噶。我就係啦，影咗當食咗啦，你知點解嘅咧？睇得兩睇咪住，你又話呢個係一個市場嚟嘅，究竟呢個係大排檔定市場咧？兩者都係啊！呢度既是一個食物市場，亦都係一個大排檔，好多人喺度食嘢嘅，尤其是要仲有新鮮海鮮添，唔係啊嘛？新鮮海鮮都有，係啊，有好幾檔噶，大家好中意嗰挺咧，即買即煮即食嗰啲咧，呢度都有啊。係啊係啊，海鮮種類仲好多添，有啲新鮮，有啲就冰鮮。市場內另一個大賣店咧就係師傅啦，冇錯，又係師傅啦，游水師傅啦，咁冰鮮嘅都有啦，咁大家可以喺度買咧，買咗即叫即整即食都可以，價錢咧都唔貴嘅。哇哇哇！游水河蝦真係好生猛喎，咁價錢又如何呢？有價你睇啊，唔會呃遊客，亦都唔會呃本地人。你哋450匹，大少少嘅500匹，仲有，你哋650匹啊！哇，湖山好貴喎，650匹一隻蝦。梗系唔系啦，边个话俾你听系一只？嗱，头先嗰啲价钱咧，唔好俾佢吓亲喎。650匹一只虾，咁咪好贵啊！哇，好离地喎。唔系650讲一公斤啊，唔系一只嘅。举例咧，嗱，好似呢一只咁先算啦，以公斤计嘅，咁大只嘅河虾，你估系几钱？大概700匹到啫，700匹啊！仲有呢一只，哇，嚟自布吉岛嘅七色大龙虾，咁大只，你估系几钱？大概3000匹到啫，3000匹啊！即時買咗，佢可以幫你去蒸炒煮炸或者做壽司面，各方面都得噶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亦都有蟹啊，各方面咧。咁當然識游水就會貴少少咧，唔識游水冰鮮就會平少少啦。仲有呢啲，兼且亦都有生蠔噃，仲有埋中文話俾你聽，可以點整？拍攝期間不斷見到本地人走嚟光顧，係咁買啲蝦翻去。呢、這個人真係好中意食蝦嘅啫，哈哈哈！顧客們咧大多數買完即刻俾佢整，就地正法，全部咧都不另收費嘅噃。咁至於我嗰只布吉大龍蝦咧，嗱，輪到你啦。首先咧就蒸熟佢先，蒸完之後咧。就要再加料嘅，加咩料？一阵间睇下你就知啦。仲有炸鱼啊，系啦，讲明煎炒煮炸呢度都有。仲有呢啲嘅扇贝，哇，加埋啲牛油落去，哇，闻到都香喷喷啊！仲要加埋啲芝士添噃，呢啲画面直头系引死人啦、啊！整得两整，打开个盖，哇，我只布吉大龙虾。已经熟咗啦，就咁食都得噶。不过就梗要再加啲调味料落去啦。首先又加啲芝士落去，跟住再加埋牛油啊！哇，今次一定超级好味啦！但系唔系就咁算噶，仲有好味在后头啊！哇！咁大隻布吉島大龍蝦，先蒸，跟住再加埋一啲嘅牛油啦、芝士咧，然之後燒佢。哇！咁樣都係三千匹啊，係咪好抵食啊？正啊！快啲燒，燒完之後即刻食啊！仲有呢一隻大河蝦。
哇！呢餐 Food Villa 里面食嘅 seafood 餐咧，丰富咯，仲要系新鲜 seafood 添啊！嗱，睇价钱先，我唔记得价钱，要攞个手机睇睇啊！呢个布吉岛大龙虾，刚才讲咗3000匹左右啦，然之后啦，呢啲扇贝一碟扇贝啊，200匹，200匹有交易嘅，仲有炸鱼300匹。然之後啦，呢只蟹啊，呢個蟹400匹，然之後仲有咧就係呢個生蠔咧，一隻計大大隻嘅生蠔，泰國製造嘅生蠔80匹一隻嘅，仲有呢個大河蝦，呢個價錢咧300匹啊，係真正嘅河蝦，喺河裏面游水蝦，唔係自家養嘅河蝦啊！哇，啲高多到，呢餐係咪好抵食咧？咁好唔好食咧？食下咪知咯。哇，呢啲扇貝我最中意食，最緊要係有牛油啊嘛！知味道啊！咁嘅價錢食幾多隻都得啦。跟住啦，當然唔可以放過嘅，就呢個布吉島七色大龍蝦啦。時間關係，先切咗出嚟啦。你睇下，哇！好滿足啊！見到覺得滿足啊！咁大隻布吉島大龍蝦，咁多肉啊！爽口彈牙，而且嗰個牛油味滲咗去，相當滋味。從未能試過咁樣食布吉島大龍蝦，哇！最緊要就係頭先落咗牛油嗰下啊嘛～滋味，跟住呢一個咧，嗱，我就係食佢個蝦膏就已經夠啦。蝦膏味濃郁，咁至於個生蠔咧，就點呢一個嘅海鮮醬落去食嘅，呢個就一陣間先食啦，因為呢個都仲未能解決得到，要解決佢要花啲時間，咁大家容許我。一邊食住嚟講，如果要吞曬先講啦，我又驚浪費大家時間。好啦，泰國生蠔加啲海鮮醬落去先，哈哈哈哈！哇！滋味都话咗 ，Food Villa 有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咩？有纸巾用啊，系啊，有纸巾可以俾你随时攞嚟抹嘴啊，呢样嘢好重要噶。所谓饭后果，饭后果食完嘢跟住食个生果啦。呢度同样地有个水果市场，好多生果发售噶。咦，咁会唔会有榴莲呢？梗系会有啦。哇，榴莲啊，仲咁大个榴莲添？咦，加市三月，点解仲会有榴莲食嘅？嗱，呢个档口全年有榴莲供应，仲系 premium 顶级嗰只添。价钱几多啊？1500匹一只，梗系唔系啦？1500系一公斤计啊，咁大只，慢慢计啦。咁你食唔到咁大，咁点啊？食呢啲一件件嘅？咦，150匹一只啊，梗系唔系啦？系100克150，咁就以呢只嚟计，究竟几多钱呢？摧撑喺来吸，哇！睇嚟都相当肥美啊！计下啦，哦，原来系825匹啊！哇，825匹顶级榴莲咯，喂！嚟得泰国梗系要食呢个甜品芒果糯米饭啦，现场亦都有芒果卖，亦都系嚟自好出名嘅榄铎买啊，咁于是乎你可以买翻个芒果糯米饭食啦。究竟呢一坛芒果糯米饭几多钱咧？问下佢先得。啊，啲卡偷嚟吸，买钱买烟贴卡，国庆卡120匹，120匹咁大盒咯，喂！其實 Food Villa 呢度咧，唔單止有嘢食，仲有嘢賣添。
嘉欣呢度裏面仲有跳蚤市場，裏面都幾多嘢買嘅，一個星期開足七日啊！呢個跳蚤市場面積唔算好大，所賣嘅主要以時裝為主，尤其是女裝同埋童裝啊！大家食完嘢冇乜細藝咧，都可以行下睇下，支持下本地嘅小販啦。Food Villa 裏邊更加有一間藥房啊，裏邊都有啲手信賣喎。手信藥房有手信，係啊，香港人好興買呢啲咧，通鼻劑啦，唔同味道、唔同款式都有，更加咧之前好難揾得到，周圍賣曬嘅必理痛啊，呢度都有得買啊，嗯。其實呢度咧仲有俾小朋友玩嘅地方，又有個小型公園，甚至乎樓上啊，仲有啲嘅玩意係啱遊客嘅喎。冇錯啦，係咩呢？就係打泰拳啊！好多香港朋友嚟到泰國曼谷都想學下泰拳啊，同埋試下咁解。咁而喺呢個 Food Villa 裏面咧，咁就有呢一個泰拳訓練中心啊。而家有個特別嘅 promotion 咧，990匹係一星期，一星期七日，每日有個半小時可以俾你嚟試下練下打泰拳。當然咧，如果覺得喂真係正喎，個教練又靚仔啊，咁我又想學嘅話咧，咁又可以買其他 package 慢慢學啦。在这里学的有小朋友也都有大人，久不久都有些外国人，可能是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，而他们教练也都经验丰富的。正所谓饱暖就私藏肉，总想唞一唞探唞下的，而这里呢竟然呢有泰式按摩，哇不是吧，290匹不是半粒钟，是一粒钟，泰式按摩290匹一粒钟，哇这么抵，当然要去试一下啦。喂喂喂，290匹一个钟啊，边度揾啊？仲要系干干净净、光光满满。其实咧，呢一度分咗两边嘅，呢度系其中一边咧，有三张床，而另外一边亦都有，不过有顾客使用紧，所以就影唔到啦。所以大家喺度食完嘢之余咧，亦都系上嚟做个泰式按摩。记住290匹咋。Food Villa 裏面賣嘢食嘅檔口多，而裏面更加有一啲嘅鋪頭係食嘢嘅，甚至有呢一間24小時營業嘅 Starbucks 都相當型格、相當靚仔噶。係咯，喺度食完嘢，跟住做完按摩，又唔想走住，就可以上嚟 Starbucks 呢度飲杯咖啡，睇下周圍嘅環境，坐夠先至走。走可以點走啊？搭的士去附近的 BTS 板蛙站，咁就得啦，10分鐘車程之內嘅。